想一想，我们从小到现在，我们放弃过多少东西？放弃了，我们轻松了，不要了，我们心里安定了，我们还想着，我们就放不下。所以能够适时的放下，用这种智慧让你更加清醒的，会审视自身内在的潜力啊！你放下之后，你内心会有力量的啊！你能够对待外界的因素。举个简单例子啊，大家都在争这个职位，你说我没关系，我不争。当你不争的时候，你有一种力量，因为你不跟别人争了，你不会难过，你不会恐惧，你不会感觉到别人啊在给你制造更多的障碍，或者别人在嫉妒你，你这样你就放下了。你放下之后，你随缘了，心无挂碍。那你对待外面的外环境的因素，你也能够非常啊自然的啊得到心里的平安。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你疲惫的身心啊得到瞬间的调整，成为一个快乐啊明智的人。所以很多人离开了烦恼，他就变成明智了。有些人在烦恼当中出不来，他永远就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盲目的坚持这些啊不理智的放弃啊，明明啊应该放弃的东西，我们不理智，我们不能放弃它，天天苦恼难受。我们苦苦的挽留昔日的人和事情，你是个傻人呢。过去的人走了就没了，过去曾经是你拥有的物品过了不是你的了，一切都会过去的。就像你今天如果有一辆汽车，你作为二手车你把它卖了，当你在马路上看见别人开着这辆车的时候，你还会去留恋它吗？哎，这是我的车呀。卖了就卖了，没了就没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久久的伤感呢，自己过去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和自己曾经拥有的人和事物，那是一个蠢人呐。所以愚痴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整天在你们面前还说我过去怎么好，我过去怎么好，他还放不下的人，他讲了之后还要掉眼泪，讲了之后他还不舍得，那么这些人实际上叫做舍不得放弃的人。舍不得放弃的人给他增加的只有伤感，往往他会失去更多的珍贵的现在。所以随缘就是给自己最好的一个机会。我今天无所谓，我随缘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学会放弃那是一种智慧，学会放弃的人才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功。所以我们做人，很多人急功近利，追求人间的名闻利养。哎呀，这个名我要啊，哎呀，这个利益我要啊。你慢慢的就会被社会把你变成非常的浮躁，变成非常的贪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私啊。你会慢慢的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贪的。所以上善若水呀，我们善良就是高尚的，那些无限的慈悲，它会产生出无限的能量。善良就是会让你产生无限的能量，所以去帮助别人的人，
他对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良心，对别人，都会产生一种希望。所以上善若水最大的善能，就会在自己的内心启发出来。所以大自然里是最顽强最智慧存在的，那是什么？就是水呀！所以你们看看，人家说，快刀斩水，水照流。我以温柔的清水能够擦洗你，这个忧伤的心灵；我以纯洁的甘露能够浇灌你痛苦的悲伤。看看观世音菩萨手中的净水瓶，给你们一洒，消除我们千愁万苦，让我们解脱烦恼，让我们学会离苦得乐。所以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像水一样随缘。你看水，你把它放在哪里它就放在哪里，随缘，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这个社会很多东西很难改变，但是我们人可以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正能量又不会被社会磨平，我们对人间这些五欲六尘的态度，因为我们心中有一杆秤，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能用包容去理解别人，并不是纵容别人去做坏事我们不强求谁都要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理智，我们因为有菩萨的智慧，所以我们喜怒哀乐就不会困于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所以在人间的社会里大起大落波澜不惊。所以师父告诉你们，智慧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佛法来自于众生，源于众生又高于众生。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能够懂得在这个社会上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呀，你种什么因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果的呀。所以很多人问师父这人间很多的名利是种了什么因啊？那师父简单的跟你们讲，你种了财布施的因，你得了财富的果呀，那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对别人好，那对不对啊？你对别人好，人家是不是会帮助你曾经在别人很艰苦的情况下，你财布施去帮助了他，等到他好了，他第一个就想到你。这些在社会当中很多故事里边屡见不鲜的。你如果种法布施的因，你去帮助别人去救度众生，你得聪明智慧的果呀。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会这么聪明，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智慧，因为你法布施呀。你们想想看，当你去帮助别人法布施的时候，你的智慧的果是不是就生出来了？你想想看，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人他会不会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他怎么帮助别人？那么他的智慧怎么来的？他就是不停地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然后在帮助别人当中得到更多的体会，让自己受益，产生出很多的智慧去帮助更多的人。那么种无畏布施的因，
得健康长寿的果呀。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义工整天喜欢帮助别人啊，做饭呐、啊、买东西啊、洗菜啊，帮人家跑来跑去啊，你看看他这种因种下去，他长寿啊，他做什么事情他开心啊，啊，他健康啊。那师父跟你们说，念佛是因，你们种下了念佛的因了，对不对啊？念经了，念佛了，那么成佛就是你们的果呀。所以想成佛，那么就种佛因呀。啊，这样一弄，大家不就懂了吗？这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就是真谛，学佛人的真谛。所以我们学佛做人啊，要用平常心去生活啊，啊，都无所谓的，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啊。这个人不开心了没关系啦，我们对他好一点。这个人有什么想法了没关系啦，我们能够随缘，用惭愧心去待人。哎呀，我很惭愧啊，没有帮到他，我很惭愧啊，我做的还很不够啊，他对我这么好，我没有什么回报他。对别人好，别人一定很喜欢你。用惭愧心去做人，用菩提心来处事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别人喜欢你啊？因为你有菩提心啊，只想到别人，很少想到自己，只想到我要帮助别人，怎么样让别人解脱苦难，很少想到自己。那这种人就是菩提心，所以他在世界上处事为人，人家怎么会不爱你呢？所以你如果每天看到众生的过失、是非和缺点，那有些人就是盯住别人的缺点，说这个人哎呦很讨厌，说那个哎呦很小气，说那个人哎呦根本没修好。你每一天想到的别人就是过失和是非，你必须马上就要忏悔，因为你已经走偏了，因为你的修行不够。为什么呢？当你的心里拥有着别人的烦恼和过失是非，和拥有着别人的嫉妒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帮别人背了。实际上在你的内心深处已经拥有了这些嫉妒啊、是非啊及肮脏的理念。所以不把别人往不好的地方看，就是说明你干净。如果你今天活着只想到别人的优点，只想到去帮助别人，你怎么可能再去讨厌和怀疑别人呢？这就是一念魔，一念佛呀。所以我们人的其实身体上的有毛病有三种，其实佛菩萨就是大医王啊，菩萨就是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心灵的烦恼的，他救治我们的心病的啊，身体的病很多都是心病。你看我们很多的重要的病，生死大病都是由心而起的。你心里想得开的人就不容易得癌症，你心里放得下的人就不容易让你的内伤啊。所以有的时候宿业的病很难治，因为前世的关系啊，比方说你前世曾经害过别人，你这辈子就会不停地碰到车祸啦、灾难啦、传染病啦，还有很多从小就带有的那些遗传病。那么这些病实际上就是宿业所为，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赶紧念礼佛大忏悔文，天天念，天天忏悔，时时刻刻念，时时刻刻的在忏悔，就会让你大业变小，小业变无啊。所以我们的灾难就会慢慢的消除。还有一点很重要，一个人想去除自己的宿业的病，
不让现在就得到报应的话，你必须要普发大慈悲心啊！